众生。明啊吼，老易行。这个戒哈戒德啊，哦备于己，我们也就是了解说，哦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有一些我们需要自己呀、啊、哈、哦，就是自己要哦去注意，然后自己要哦自爱，哦就是呢不要有哦有一些啊这个违反哈、哦、一些哦那个道德方面的事。哦、所以我们这个戒德啊、欸、都具备、哦、我们 全部啊都具备，所以慧觉、哦、都有讲过啊，有一些场所、哦、我们不能好奇，不能好奇、哦欸、说没关系啊，我又、哦、没有、这个沉迷在其中，我可以去看一看啊，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形、哦、像说那个哦，各位知道那个 pub 吗？知道哈、哦，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嘛哈、哦。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哦那个场所啊，我们就不能好奇的哈 哦去这个哦进去里面啊去参与，因为他会把那个兴奋剂啊放在那个空调。然后空气哈、哦、一放出来以后、啊，我们要呼吸呀、啊，我们就已经吸到那个兴奋剂，然后啊，我们就会精神很嗨，很嗨，知道吗？这个国民小学都没毕业哦。竟然也会知道很嗨，那个是我们哦，这个凡尘流行啦、啊，哎，都流行说哦，那个很兴奋哈、哦，那一种情形叫做很嗨，哦，啊，因为哦，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是受到哦那个药物的影响，哦已经吸进去在体内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哦就会很哦妄想啊。很快乐，那你会着迷。那往后啊，因那个场合都有哈、哦、啊，就是一些人在推广那个摇头丸，还有那个哈、哦、K-Namin 安慰他命的。那你会不知不觉哈、哦，哎，就呈现在其中。那我们要了解哦，那一种毒品你一沾惹来以后啊。那个膀胱哦变得很饱，所以哦往后都要保留住啊，哦，都一直啊会想尿尿，所以那个地区啊我们就不能去参与，也不要好奇，哦不该去的就不要去。有时候啊这个凡人哦，为了要赚一点钱啊，就用尽哦那个心思啊，你。回来了以后会想，哦，我去那个地方啊，吼，很高兴，哦，很舒服，你就会想再去，对不对？那目的就达到了，赚到你的钱了。所以哈、哦，我们要哦了解到说，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去好奇呀、啊，哦，去探险，不要，哦，我们规规矩矩呀、啊，吼、哦。这个啊，修持规规矩矩生活，哦，越简单呢，哦，越容易修道。所以哈、哦，戒德啊，备于己，哦，具备啊，我们全部都具备哈、哦，那个戒德，就是不能哦做的事情啊，我们就不要做。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哦，我们自己内心会知道什么样的哈、哦、啊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做。那么感化哦，成以外哦，这个感化，我们要了解哦，这个真的是解说也蛮深的。这个感化就有两个哈、哦、方向，一个是我们啊去感化别人，哦，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都会互相模仿，对不对？
我们做好了哈，别人也想学，我们做好，哎，那我们呢、啊、也一样，看别人做好，我们也想去学，所以哈、哦，这个感，哦，感化成以外，哦，我们可以啊，啊，这个感化别人，哦，当然我们要先自己认知的，哎，就是啊，在朝哦这个圣贤的道路啊，哦，我们前进。哦、那我们去做的时候啊，诶，有一些啊，哦，他会受我们感化，哦，啊、就会跟随我们走，哦，所以度化众生啊，哦，会比较容易。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哦，不是说不参与办道了，我们是很努力办道，要使众生都呢能够成道成佛，是很努力的，诶，不要错觉啊。以为说哈，一研究了以后啊，哎，这个道场都不参与、啊，有没有这样？没有。哦，很多都说，好、哦，那去听心理心法，哦，拢无爱回来道场，啊，或许一听了很难过嘞。我们这么积极用生命在度化众生，对不对？哎，竟然被哦这个误解说，哎，我们都哦不参与啊，这个道场的哈、哦、那个办道。不对的哦，哦，我们很努力的哦，哦，是用生命啊在度化众生，希望众生呢都能够成道成佛。那么即所谓啊，哦，不言啊而信，不化而显啊，不言不用你讲话，哦，啊你就能够把那个信哦表现出来，不言而信，哦，我们呢。那个信呢、啊，本来是人言嘛，哦，人在讲话叫信，那我们不用讲，哦，不用讲话了，人家就会相信，哦，各位前人相信什么？相信佛性啦、啊，哦，所以信哦是在我们的心中，嘿，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哦，这个很重要。哦、不是要相信外面、啊、相信自己、哦、相信自己、啊、佛性就是佛、哎啊、所以、哦、我们不用讲话做出来呢都是从佛性、啊哦、发挥、啊、都能够让人相信、哦、所以不言呢而信然后不化呢而显、哦、我们呢不用去教化众生可是、啊、我们已经都在行持、啊、教化众生哦、都已经、啊、在行为之中、啊、都在教化众生所以呢、哦、不化而行那么不老啊、哦、慧力就是我们不用啊、哦、我们啊有为的、哦、那个方向所以不老慧力、哦、而力啊无不周、哎、就是我们不用呢、哦、有为的那一种方式、哦、我们用的佛性、哦、本体无为然后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利啊无不周就是很周遍周遍圆满周遍、啊、整个空间那么华严经呢就有记载令一切众生啊、哦、这个啊自无上的觉、哦、乃至菩提涅槃就是、哦、我们要使所有的众生呢都住在、哦、无上界这个无上界、哦、就是最上的界那最上圣的界、啊、就是从我们的、哦、那个心地、哦、从心地、啊、做不是从外表行为啦是从我们的内心、啊哦、心地、哦、所以这个无上界、哦、非常高的层次啦嘿这个、哦、我们可以说是很难去做到为什么起心动念、啊、破戒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都有啦那我们都破戒了怎么办、哦、所以要守这个、哦、无上戒、哦、是不是很难可是我们要先知道啦、哦、先知道说、哦、最高的戒、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们全部、啊、不起心动念、哦、当下就是佛不起心动念啊，就是佛，这样知道吗？
啊，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哦成佛就不容易了。那我们可以训练哦，往后啊，哦起心动念没关系，你先知道啊起心动念是什么内容，掌握，能够掌握我们的起心动念，哦念头起来了，你都知道啊，你是在起什么念头。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哦、去控制、哦、控制我们的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我们都能够掌握、啊、那到后来、哦、就可以、啊、真的不起心动念的，都不念，那没有念、啊、就是正念，没有念了以后、啊、就是佛知、啊、佛见，佛的知见、啊哦、所以那个就是无上界最高的、哦、那个戒律，乃至呢、哦啊、菩提啊、哦、涅槃，一直啊使众生呢、哦、进入啊、哦、那个菩提，进入啊涅槃、哦、菩提啊就是觉啊，使众生呢都是觉，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可以说、哦、不知不觉，各位在生活之中都保持觉了没有、哦大部分、啊哦、都是突然啊，我乃都没记得、哦、没记得就是不觉啦、哦、我们都是不觉、啊、所以只要、啊哦、我们24个小时、啊、全部都是觉、哦啊、久了以后、啊、就变觉者，那觉者就是佛啦，所以、哦、觉就是佛，不觉就是众生、哦、所以要保持、啊、觉、哦觉就是菩提，啊，涅槃呢？哈、哦，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呐、啊，哦，佛性本体就已经是不生不灭。哎，啊，我们呢，就是啊，哦，要知道我们佛性本体哦不生不灭，然后啊，时时刻刻啊，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那么又呢，自得度啊，哦，令他得度。我们自己呀、啊、已经得度了，然后我们也要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都能够得度、哦、各位得度了没有？乃至自快乐令他快乐、哦、我们要自己呀、啊哦、快乐，也要呢、哦、令、啊、我们周遭朋友、哦、都也都快乐、哦，各位现在生活上快乐吗？快乐、哦、要知道呢，我们越修呢就越快乐了、哦、已经呢烦恼都离我而去啊，没有烦恼了，都很快乐、哦、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知道、哦、假如我们是、哦、都很烦恼、哦啊、都很多的一些、啊、这个障碍，那一定要马上、哦、找出它的原因、哦、因为方向已经、啊、不正确才会烦恼、哦、才会很多障碍，那我们一了解了以后、啊、把这一些拼除掉、哦啊、就快乐了、哦、快乐才是、哦、正确的、哦、修道方法，故名呢这个老一行、啊哦、就是呢能够把利益、啊、给予众生，无条件、哦、把利益、啊、给予众生，那么自觉觉他得无、啊、委惧、哦、我们能够自觉、哦、自己觉悟了，又能够呢、哦、这个觉他、哦、觉他呢就是、啊、觉悟别人，我们自己觉悟了也能够觉悟别人、哦、所以这个啊啊，就是要、哦、先从自己努力、啊哦、自己能够知道、啊哦、怎么修、哦、怎么样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啊、然后、啊、真正的做了，然后也劝别人跟我们一样、哦、能够、啊哦、先找到呢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啊、就可以自觉、哦、觉他、哦、到觉醒就可以圆满，那么得无违惧啊，就是哦违背啊跟哦那个惧哦拒绝哦，我们了解哦这个没有违惧啊，
违背啊，跟拒绝。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啊，要这个每一样都随顺顺着我们的心意啊，大概是不容易啊，都会有畏惧啊，违背跟拒绝，就是不同不苟同啊，我们的想法都会有这样那得无畏惧啊，就是你在心中里面人家这个不随不随你的意思啊，你也不会这个生气。我们大概都会多多少少啦，心里面会很不高兴啦，各位会不会？都会啦人若无顺啦，无顺咱的意思哦，咱拢就无欢喜，都会这个样子。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得无畏惧啊，已经得到没有那一种这个不管是顺还是不顺呢，我们都不在意因为啊，这个都已经是凡尘事啦顺啊，顺心啊，不顺心啊，如意啊，不如意啊，那个都是凡尘的生灭变化的事啦，不要在意我们。进入啊那个觉啊才是重要，所以要自觉然后要觉它。那么明呢叫无嗔恨行，没有嗔恨啊我们要在凡尘啊，这个没有嗔恨做起来啊不容易啊，说得很容易要像那个那个伦理堂要讲说，对面都是知心友，两旁呢既无啊碍眼人，没有妨碍我们眼睛呐、啊。各位浅浅容不容易做到？对面都是知心友，两旁既无碍眼人，都没有妨碍我们眼睛呐、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一种平常跟我们都是很对立的人一来了，一定碍眼。所以啊，都无碍眼人那也真的很难。不容易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也都是凡尘事一转眼就过了，无常变化都是假的啦不管啊这个顺与不顺都是假的，很快就过了所以啊这个常修华人名叫呢无畏惧行华人。各位有没有修无生华人？知道无生华人的含义吗？就是我们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不动的，叫做无生华人简称叫做华人，华华人安住各位把它记得熟一点，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把心安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不动已经呢都不再动了，叫做华人无生华人。凡有入来畏惧不受，即是呢不忍，今无畏惧即是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了解说，在文字方面来讲的话，有所谓的侮辱啊，我们呢这个侮辱别人，受别人侮辱，各位浅浅，我们在真理方面来讲，因为没有你有他，所以也没有侮辱人的人，也没有受侮辱的人，这样了解吗？我们凡尘啊。这个现象存在有这一种侮辱，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佛性里面因为佛性里面没有你有他的分别心，所以没有加入侮辱别人的啦也没有受辱没有受别人侮辱的，没有啊两面都没有啊，这样知道吗？
两面都没有了、哦、叫做法忍、哦、我们在无生法没有生也没有灭的法安住不动，这样了解吗？看起来好像又有一点茫然，会很深吗？不会啦、哦、嘿，就是啊，要了解到凡尘的现象、哦、都是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啊就没有，所以现象都是假的、哦啊、我们要在生活之中学习啊离相，就是离开形象啦，形象是有，可是我们心里面啊已经都没有，心里面啊我们内心里面啊没有啊，实在的外面是有形象，可是形象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就不要管它什么变化了，我们就安住在自己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上面啊，这样就笃定了啊，笃定了以后就不会随着外面哦，高兴的时候笑哦，不高兴的时候哭，不会了啦。所以我们也不会喜欢去看哦八点档，因为一看了要跟他笑，要跟他哭啊，哦，对不对？哎，啊，都是假的啊，真的还是假的？都是假的嘛，那么拢杂计哦。可是啊，我们就是这样啊，哦，自己都投入哦假的里面。难道要过得很怎么样？我们投入现象啊，过得怎么样？起伏很大，对不对？哦，我们人生的起伏啊，哦，就变得很大。那假如说我们是安住在自己的佛性本体呀、啊，那就没有了，没有起伏啦，哦，整个都很哦笃定，哎，就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们心、啊、一定了，我们心一定以后、啊、智慧就有，智慧有了、哦、处理事情、啊、就圆满。那假如说我们心不定、啊哦、心浮、啊、没有智慧，处理的事、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哎、就手忙脚乱、哦、就颠倒错乱、哎啊、我们了解说哎，都是我们啊，哎，看看要怎么样的生活，那我们可以哦选择啊比较理想的哦这个生活方式，哦，先把心笃定，哦，安住在自己佛心哦上面的，哦，都不动法忍，哦，能够呢得到无生法忍，哎啊，这样呢对凡尘的不管顺或不顺呢都不在意的，哦，已经不在意了，有不在意。已经都离相，离开形象，啊，离开形象哦，就已经啊是佛了。所以四个字啊，离相明佛，还记得吗？记得。哦，很简单哦，细理俩了。哦，离相，离开形象，明佛，就已经是佛了。哦，只要我们离相，哦，各位先生，形象都是假的啦。我们住在形象很烦恼啊，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自找烦恼？是。哦，我们烦恼自己找的啦，还可以不要。哦，那种假啊，没烦恼，哦，都不要。哎，所以我们哦就要学，一切不受环境给我的所有一切啊，我都不接受。为什么？都是假的，还哪样没？先哦了解了，我们才慢慢做哦，不可能说一下子你就可以到达哦，我一切都不受哦，一切不受是我们内心呐，那我们外表形象还是要应对，对吧？那应对啊，一定是要哦，该怎么样应对呢？都有恰到哦那个好的恰到好处的角度，我们去应对。哦，可是内心啊，我们都不让它进入，哦，凡尘事啊，哎，不让它进入内心，一进入内心啊，会污染，染污啊我们的佛性，啊，我们佛性呢要保持啊清净，不要让哦让这个凡尘事染污，染得很多尘垢了，凡尘的污垢，
哦，完成无垢一染多了以后啊，我们当然过得就很哦恶烂，哦过得不如意。那么无量哦骂力呀、啊、打入，皆能欢喜呀、啊、忍入。这个哈、哦、文字虽然是这样，那可是哈、哦，假如说这个无量的骂入哦打入。打五路、哦、我们、哦、这个瘦一瘦大概还可以、啊、一直瘦、哦、大概会爆炸，对不对？嘿，会忍受不了啦，哦，忍一时也会使，忍久也会用的啦，会爆炸。嘿啊，所以、哦、我们要从真理、啊、来解决、哦、因为在佛性本体没有分别心，没有你有他哦啊、所以没有人在侮辱你、啊、也没有你在受侮辱，没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忍耐，对不对？不会忍耐呢就不会爆炸，对不对？这叫复合真理啊，说我们一直忍辱忍辱，别人侮辱我们忍忍忍，忍到后来你一定会爆炸。嘿、啊、如果没有你整身躯五脏六腑也都受伤哦，忍得久了啊，里面都受伤了。那么今言自觉觉他，哦，得无伪惧者啊，哦，《华严经》有记载，菩萨呢思维，哦，自身的苦乐啊，皆无所有。哎，这个我们要了解哦，这个菩萨菩提萨埵。那我们每一个众生啊都是菩提萨埵，菩提是觉啊，萨埵是有情，有情都已经觉悟了，叫做菩萨。我们是不是都是菩萨？太假了、哦、我们都是佛，是对不对、哦、都是佛的音比较大声，是，都是菩萨，是哦，要现实嘞，名称都是假的啦，哦，名拢假，哦，咱来了解，哦，真呢，咱的佛性本体，啊，伊无形无相，没有形象，也没有名称，全部什么都没有，可是就那么笃定确实，对不对？哦，啊，咱知影即个安尼就好，哦，啊，所以啊，哦，这个菩萨思维，自身的苦乐啊，皆无所有。哦、我们自己本身的苦跟本身的乐、啊、全部都没有，无所有、哦、全部都没有，即自觉也已经、哦、自己觉悟了。那么又云，我当了解、啊、广为人说、哦、即觉他也、哦、了解了以后又为、啊哦、广为人说，为别人来讲，这样就能够觉他，所以自觉又能够觉他哦，嗔恨呢无从而生呐、啊，哦，能够自觉觉他呢就没有嗔恨，哦，嗔恨心呐、啊、没有，哦，那么自甘呢受外入啊，我人哦众生受者事相呢前空意啊不生嗔恨，哦方为啊真忍入，哎，所以哦我们要知道啊，哦我们呐、啊、是一体的。哦，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受者，没有四相啊。啊，所以四相哦，各位先生，我们在名称方面来讲，哦，会接着说我哦，这个就是我的身体，然后人啊，就是别人很多哦，众生啊，那我们更了解哇，很多众生。那寿者啊，都是寿命很长，哦，从字面来讲是这样。可是哦，那真正的事相，它在表达的哦，就是我们的哦那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或许都会讲说哦，用哦事相来讲不容易了解，我们用比喻来讲哦很容易。哦，说我能看，我不喜欢在看，我能看啊，对不对？哎，就具备四相了，能看就是我相，然后一定有我所看，我所看就是人相，
那手看哦，不是只有看一个点，是看前面，对不对？哦，看这么多啊，是不是众生相？然后我不会说只有一看一眼就闭起来啊，我要连续看，叫受者相。这样了解吗？嘿，所以只要落入能手，就是四相。哦，我能看，我手看，手看差别重生，手看呢，哦，连续不断四相。我能听，能听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啊，手听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啊，对不对？哦，啊，就是差别重生，然后连续不断的听，是不是这样？哦，所以只要落入能手，哦，我能吃，我能想，我能做，我能什么，都是四相。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要挥三心少四相，哦，要怎么做？因为啊，哦，我们要知道说在生活之中呢，哦，就要进入啊真正的修道轨道。那我们呢，生活，哦，不要有过去心，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想，哦，你把它拉回来拉不回来的啦，哦，不管过去是受人欺负或是很风光，都已经过去了，就放它过去。未来还没到了，你也不用策划，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了，那也没有现在，因为现在啊，它不住，哦，各位可以静静的体会啊。我们说现在几秒了，现在几秒了，是不是一直在行对吧？没那个动调的时候啊，所以有没有现在？哦，没有，哦，没有过去啊，没有未来，没有现在。啊，所以我们当下现前的一念啊，万万年现前的一念啊，具备我们佛性本体，它无欠啊，无余，无缺，拢全部拢具足了，啊嘛无剩，拄啊好，这样了解吗？嘿，所以哦，历代修正者他讲，现前一念啊，具足啊，哦，十事，所以十事古今啊，不离当念，当下的念头。那他的十事啊，怎么算？就是三事啊，各有三事，哦，过去事、现在事、未来事。然后过去事有三事，现在事有三事，未来事有三事啊，是不是九事？再加现前一念一事啊，刚好就十事啦，哦，十事古今啊，不离当念。所以啊，万年前万年后啊，都跟我们眼前的一念一样，哦，我们现前的一念。所以各位要了解哦，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啊，哦，显现的这一念啊，不是念头的念哦，哦，那个不是念头了，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整个佛性本体都呈现了，万年前万年后跟现在都一样，都呈现，哦，啊，都无欠无余，拢刚刚好，哦，都记住。所以我们呢，不要有三心，哦，因为过去呀，啊，哦，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那我们没有三心，哦，三世啊，色受不住，三世啊，给咱扭袂掉，吸咱袂掉，三世色受不住啊，没有六道轮回。哦，我们要了解啊，我们有过去世，哦，有未来世，有那个过去心、未来心啊，三世拢给咱吸掉，咱有六道轮回，一定爱六道轮回。那我们没有，哦，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了，哦，那我们三世啊，色受不住，哦，不用六道轮回。啊，没有三世，哦，我们呢就没有思想，没有三心，哦，思想没有了，这样了解吗？因为当下圆满了，对不对？哦，没有你有他了，哦，没有那个四相，
哦，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没有了，这样了解吗？啊，我们要在生活之中哦，就做哦，在咱日常生活的时阵哦，安尼拢做啊，已经做到拢无善心，啊，拢无思想。他、当下佛性呢、都整个圆满 呈现在眼前、都已经落实了、进不进入修道轨道就已经都是进入了、所以我们要切实、就是做、所以修道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因为太简单了啦，简单得到你不想做，简不简单？非常简单啊、三心不要有、没有四相，是不是啊、很简单的事。可是我们要三心呢也很简单、你想较早啊计划未来啊，是不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很简单啊，所以你就不容易做、啊，你要保持说没有三心哦，过去心已经让它过去了。哦，你在想过去的话，哦，那个恶度伤害啊，风光它不回来。哦，所以就让它过去，没有，全部啊没有。哦啊，所以呢，我们就学着活在当下，这样了解吗？活在当下，哦，我们活生活在当下，哦，当下呢，佛性都圆满。啊、所以、我们呢万万年、我们都在当下、所以、那个念、各位要了解、这时候的念、就是我们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的念，万年都放下了，都没有起心动念、那一个、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这样了解吗？了解、万念都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念也都不生，那一个念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就是佛性本体具足的、那一念，这样听得懂吗、有一点玄、有没有、就是、缺少研究啦、我们这个善因缘不足哦，善知识很少，要引导我们走正确道路了哦，就不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心努力做不是很困难，只是看我们要不要。你看善心哦，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对不对？你不要起善心啊，起善心也很容易呀、啊，你要不要起是不是你自己掌握，对不对？你只要三心不起，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你当下、佛性圆满具足呈现在你的眼前，这样了解吗？不用到哪里去找啦、去深山去打坐，那个都不正确啦、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从、心性着手、当然形象啊去努力、帮助人是需要的，那个累积善、善根才会成熟，善根成熟呢，我们才能够、修道得很顺。那假如说我们都很欠缺的话、就连你要来这边听都很不顺的、都会有事情搁住了、到不了，那个就是善不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最上圣佛法，就遇到了上天大开普渡、这个幕后一早啊，席位也往昔啊都没有说的、对不对、所以要努力、我们听了不是很困难、这个很容易，从心性做，或者就讲啊、假如说要我们去挑啊、这个一包啊、那个60公斤的那个稻米啊，大概我们就会很多都、不能胜任啊、咱在座的大家我那没坐啊、
我的政府真好心，给我介绍头路，我叫我去拿一包六十公斤的米，我说哦，我免拿一天我就死翘翘了。所以啊，要看我们的、那个、能力的负担、可是呢，在、这个修持方面、我倒是蛮用心、要怎么修呢、用了13岁到70岁啊，几年呀、很久了、50几年了、所以肯投入50几年时间、在研究如何修道、大概都要请我再讲才有法度啦。现在人都太巧吼，研究个吼3-5年吼，算了，安尼俩，放弃了。要你再深入的吼，一直来研究啊，大概就也不可能了。那我们遇到挫折啊吼，就当成阶梯，挫折越多，成就越大。所以或许都讲哦，各位。顺境的话你要小心哦，上天要把你考倒哦，所以让你赚钱，让你哦社会的名声大，想不想修道？啊，不想了啦，已经都无用啊啦，哦，那叫无用的，你要叫回来修道哦，我无用，拍死啊，哦，我有代志，考不考倒？哎，真的考倒了啦。哦，所以顺啊最容易考倒人啊，逆哦是成就人啊，哦，对不对？你替帮啊他较较厉害哦，绝对认真修道啦。哎，啊你那顺哦，第二趁钱哦，即声要甲你考倒哦，何你第二趁钱啦？何你安尼哦，10万、10万、100万、1000万、1亿，哇，10亿，你想要去修道哦？啊，卖啊啦！是不是这样？哦，各位要了解，那个都假的啦。哦，卖讲1000万、1000亿，全世界拢你的啦。那又怎么样？你一口气不来啊？多几行你都爱行，是不是都别人的啦？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啊，不要心那么大，那个没用啊。咱做修宅咯，哦。而且这几天报纸你看一看，谋财害命，你想有想多钱哦，人咧甲你注意啊，咧甲你算计啊，看你安那生活啊，啊，什么时阵要甲你害好死，啊，要甲你摆倒，对不对？你看咱若有钱哦，是不是真危险？所以无钱应该足幸福的啦。对不？那无一个人要找你呀、啊？哪有人要去找你这无钱的吼？今麦过去找你，却都还过钱借你。所以啊，我们最幸福的，要了解到凡尘啊，你拥有一切啊，你烦恼的很多，你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最快乐。所以啊。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学习呀、真的一无所有，只有佛性呐、什么都无，干那胡闲无聊。努力呀、我们修得很光明，很有用的哦，佛性光明很有用的哦。我们现在基础呢，那个人缘稠密哦，那个无形的都比较不容易这个我们去遇到。也不容易啊，这个显现。可是你到那个人烟稀少啊，那个地方啊，无形就很多哦，那搬袂离啊，全部你整个周遭啊都是无形的。所以那个我们善不善，有德没德啊，在那个时候啊，显现的最明显。你有德，有佛性光。这一些无形自然保护你，他不会呢去捉弄你。那假如说都没有这个心意识很强很聪明，都要占人便宜呀、那个时候啊，那个无形的他才不放过你嘞，都会找你麻烦。
可是啊又看不到，哦，那个要自己本身去体悟啦。啊，当你体悟的话，你就会了解，哦，所以啊，我们哦知道啊，这个哦最近或许都有遇到一些哦被那个无形的哦一直啊围绕，被无形的围绕啊，哦蛮厉害的嘞，哦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过年之间哦有一个道亲啊。为了要赚那个哈5000块啊，就是整理哦整理一个哦坟墓啊，他精力要清去呢5000块，有好谈吗？真好谈对吧哈，对不对？哎，他就去赚了，结果一赚了5000块以后，这个整个人啊都变了，哦，然后啊那个哦。那个太太就去找道亲啊，讲啊，阮翁去讲经历一个梦，啊，怎么样变一个人呢？哦，然后他听到我们的课有讲说用檀香啊，他还赶快买檀香哦，哎，去个点，然后点哦，提起好平安的啦，哦，迄鬼啊，讲全鬼的微生物长出来，啊，鬼的人哦，哎，整个观看的人啊都吓到了，哦，怎么这样？不是在说梦了哦，在说真实的事情哦，还可以去找到那个当事人哦，啊，所以我们了解啊，或许之前还讲一个台北有一个那个更厉害的，对不对？有没有？他现在哦要转换了啦，转换什么？他说哦那个气球啊哈，就把它呢包围。然后一直膨胀，膨胀了以后哈，他就把它戳破了哈，戳破了他就能够呼吸了，就舒服了。可是又有一个新的哈气球又来了，又把它包住，然后又一直膨胀，膨胀他又把它戳破，又可以呼吸了。到后来他说好累，就一直要这样啊，好累啊。所以哈。我们要了解到，或者在想说，奇怪呢，怎么哦，这种状况有办法来听哦，这个最上圣佛法，还很努力啊，都不切课。我说嗯，那一定要告诉我们什么了？哦，啊，或者就讲，哦，你把你的事情啊，在大众之中讲给大家听，用大家的力量来帮助你。哦，啊，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事情都讲出来，然后讲完以后啊，或者就要教他。我说现在哦，你要你自己救你自己啊，哦，你这个状态哦，不是很严重的，是被人家做手脚，哦，我们凡尘说替我们办福啊，哦，啊，所以他现在哦给你的哦就是幻象。和你看到的物件吼，拢假，但是你拢看作真呢。啊，你看作真呢，你就该对立，你就该咧吼对抗。嘿，啊，所以哦，我说吼，现在你自己呀、啊，救你自己。哦，你哦，全部啊吼，这个笃定，一定爱吼，六行有主啦。你唔通安尼吼，安尼六行拢无主，还佫健康轻。人家你讲啥，你就听啥，唔通安尼。吼、哦，你即马得爱先笃定，吼、哦，相信你自己啊，佛性。然后吼，你真吼定静。啊，即马吼，你看到的迄个相，吼、哦、幻象，一粒气球吼、哦，一定吼、哦、在你的身躯，然后在你膨胀，让你忍耐。你不要去戳破它，因为我们在整个宇宙啊。就像一个大气球一样，我们就是在里面，你不用戳破了，那都抵来对啊。所以你笃定，伊讲我足艰苦呢。我说你那么多年，伊讲六年呀、啊，哦，你六年都在忍耐啊，你忍耐咧六分钟也未使，你忍耐，你只要吼、哦、能够吼、哦、吼、哦、透过这一关了、啊，他以后对你呀、啊、那一些幻象都没有作用了，你就给它破掉啊。所以你忍耐。
你不去挫破它，但是你一定要哦保持你心中笃定，哦就教他。所以我们呐、啊、都没有经历这种事啊。假如说哦整天都是哦那一些鬼魂啊跟在你身边，跟你在一直在哦交往，各位先生怎么样啊？很恐怖的嘞，哦，哎，鬼辛苦啊，吼，拢鬼啊，去哦，人唔好吼，破病去哦，医生看，嘿吼，哎，鬼啊，全走去医生，扶喺医生的身躯啦，啊，即马咧解看吼，变作是吼，鬼啊咧解看，嘿，啊吼，来伫咧解六伊的五脏六腑啦，各位姐姐，啊，你会安那？你讲巴肚疼，都会跪啊！你个灵吗？哦，真的是，我们哦，将心比心呐、啊。要是是我们遇到这样的话，各位姐姐会怎么样？大概哦，两只手举起来，投降。所以哦。给我们，或者就觉得说，给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么平平安安哈、哦，真的是很幸福啦。这么哈、哦，安尼哈，好的环境啊，让我们修道，哦，改毛病气脾气呀、啊，哦，正是时候，对不对？嘿，改毛病哈、哦，跟气脾气呀、啊，就像哈、哦，伊咧刮龟啊那啦，安尼会不会？嘿，嘿，毛病来，个脾气来，火鬼也来啊！爱紧挂呗，爱不？还是要甲烂来？爱紧甲关掉对不？嘿，这样哦，你看成不成功？嘿，一定成功的。嘿，嘿哦，你看，嘿挂，嘿毛病脾气，咱有法度甲挂掉无？吼，啊，那真是鬼也来，咱挂会掉的。哦，你看无迄个法力嘞，哦，所以咱今麦爱学法力，哦，学心笃定，然后哦，有啥物无形的来，哦，哎，拢可以感，哦，可以感开，哦，啊，所以照这个方法，哦，互咱修，哦，你，哦，脾气毛病，佛性内底无啦，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啊，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生活会有，哎？就是我们六道轮回太久养成的啦，所以我们把它去掉。我们想一想啊，为什么会生气呀、啊？哦，为什么有哦脾气毛病啊？有时候很无明，对不对？我们深入研究以后啊，就了解说啊，原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过得不踏实，哦，很虚伪。那我们现在哈、哦，一步一脚印，哦努力的来，哦，真正的把自己的佛性呢、啊、注重修持，让它能够发挥光明，百千个日夜很光的嘞，哦，发挥光明，我们可以去掉所有的哦那一些、啊、黑暗面，黑暗的都不要哦，都恢复光明。所以啊，哦，这边呢，啊，这个哦，说这个啊，外来的五路啊，这个都是哦假象啦，可是假象我们现在哦，都把它当成真的啦，哦，啊，所以哦，我们要学从真理里面啊去认识，所有的外象都是假的，变化无常的，哦，虽然现在就是这样，过一段时间啊，一定变化。哦，又不一样的啦，啊，不一样的以后啊，我们又有不一样的那个心思产生，没完没了的啦，所以哦，我们就哦，全部呢都去掉它。那么种类啊，出生、穷、未来、际啊，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哦，明啊，无尽显，哦，这个种类，就是十二个种类，哦。十二类啊，我们那个胎卵施化那个十二类众生，哦，十二类啊，哦，
这个随类化身，处处呢出生广行教化，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你修正了以后就可以千百亿化身，又可以随着我们的那个心看看要呢化成什么样的那个形象，就可以呢变化成什么这个形象出来，可以这个广行的教化。那么菩萨的行愿精进无尽，就是一直精进。那么技能穷未来技就是这个未来没有尽头啦，对不对？一天过一天啊，没一天说转停止啊，不爱运转啊，是不是？未来技都没有尽头，穷未来技无量无边，对不对？所以这个穷未来技则三世平等普入，都能够平等这个进入，进入十二类。那么技能种类出生，则十方呢虚皆通达，这个十方呢就可以这个全部都通达。所以佛学之前都有讲说，假如说这个大热天在马路上走，然后前后都没有一个可以这个遮住太阳的地方，我们可以化身一棵大树，然后让那一些在大太阳底下的众生来大树的底下有那个阴凉的地方可以乘凉，不可想象当你这个可以的又上路了，你回过头来看啊，大树怎么不见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不一定都是人呐、有时候也是可以动物，有时候可以植物，这个就好像有一点卡通了不过是我们可以做了就是要努力也可以到达。种类呢出生呢即第一心，那么尽未来际就是常心，三世平等就是不颠倒心，然后十方通达呢就是广大心。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花这四个心一个第一心，一个常心，一个不颠倒心，一个广大心，我们就是要花这四个心都能够发挥了，把它发出来有第一心有常心，有不颠倒心，有广大心所以这个叫无尽显。那么一切合同都跟所有的万象万事合都同，种种的法门得无差误都不会有差误都是一样名字叫做离痴乱行痴了没有智慧，乱就是不整齐的痴乱行。菩萨呢这个心无善乱，所以我们呢最重要就是要心没有善乱很重要的心不要善乱。我们在凡尘很容易心神昏散，那心神分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修道是绝对进入不了的一定要先集中精神专一一就是道，所以知得一万事毕，你知道专一的你就可以万事都毕业了所以我们了解呢不能散乱。那么坚固不动可以坚固不动，所以或者都鼓励我们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了，因为我们一讲到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冲在整个宇宙虚空呢，可以说是最陌生了。为什么如如不动呢？不是在我身躯内底跟着我到处走，不是，
因为我们要知道哦，我们的那个真心呐、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哈、哦、如如不动，不用动了，哦，它、啊、没有形象，嘿啊，所以哦，或者说我们对这个如如不动哦，最不容易了解，啊，所以就借着哦那个照相机的原理呀、啊、来说，哦，你看哦，我们有玩那个照相机的人都知道。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你一晃动啊，景象模糊，对不对？那我们、哦、各位天贤，假如说我们的佛性、啊、它是在我们、哦、身体，那我们身体都一直在动，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外面的形象啊、哦、有没有模糊？很清晰，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如如不动，身体在动，那不关佛性、哦、不关佛性，所以我们一看、哦、你转头转得很快、啊、一样看得很清晰、哦、就是因为佛性、啊、是如如不动、哦啊、冲在整个宇宙虚空、啊、不像说我从基隆下来、哦、佛性带下来，等一下回去又把佛性又带回去，不用了哦，基隆有我的佛性，这里有我的佛性，甚至啊，我们到、哦、外国去呀、啊，哦，到美国、到大陆，一样哪个地方都有佛性。纵然坐太空船已经啊，哦，飞出啊，我们整个哈、哦，哎，这个太阳系呀、啊，已经跑到哦，哎，外太空去了，一样有我们的佛性。所以佛性呐、啊，充在整个宇宙虚空。这个就是我们最缺的啦，我们不认识啊，也不去研究、哦、那我们一研究以后啊，知道哦，原来我们啊佛性如如不动，所以啊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要去哪里？要去礼天。礼天在哪里啊？底下太阳系外靠哦，是吗？李天理都一样，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当下就是 已经是圆满的了，我们现在就在李天。为什么道理的天啊，我们讲不讲理啊？讲理，讲理就在李天啊、哦、所以我们已经就在李天。我们呼不呼吸啊？呼吸，呼吸就在气天。我们有没有形象啊？形象就在相天。你看我们在哪一个天啊？是不是具备了、哦、也在理天，也在气天，也在相天，有没有、哦、所以要了解到、哦、真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哦、一全部、啊、已经都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哦、没有生也没有死啦，就已经跟宇宙虚空合为一体了。所以吼、哦，那死啊，不用请上经的来上啦。我们凡人吼、哦、不修道啊，一口气不来，整个黑暗的啦，乌暗啊，要行去都无路通行啦。哦，赶紧的，家属都要请上经团来上经，经就是经，路经，啊，就是要报伊安那行，你都安那行安那行。那个看你行啦，啊，咱爱咱底下吼，凡世间爱心找路，看以后咱一口气呐无来，要安那行，对不？各位姐妹，咱那一口气无来，要安那行？对啦，唔免行哦，各位姐妹，唔免行哦，咱已经甲规个宇宙虚空合作会。所以吼、哦，迄身躯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还好天地就好啊，唔免去顾咱的迄个吼尸体，唔免。吼、哦，你尸体要安那处理啊？迄跟咱的佛性都无关系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真理，你努力修了，以佛性来指挥我们视听眼动，你到一口气不来，哦，身体还给天地，哎，你就跟虚空。融而为一啊、哦、天人已经合一了，已经一体了，
所以不用怕死了。哦，不像我们凡人啊，哦，过身啊，过身啊，某某人呢，啊，过身啊啦，过去倒，唔知道。你做了好啊歹，哦，伊足好心的呢，啊，你去天仙啦、啊，哦，足歹呢，啊，你去三恶道啦，对不对？啊，讲无济老阿用。所以啊，我们凡尘就是这样，因果定理的一定的道理。那我们修道也是一样，一定的道理。你了解真理了，你知道佛性、哦、跟虚空是合为一体的，你在生活之中，你就把佛性呢、哦、尽量的能够延伸到整个虚空，不局限在身体啦。所以你、哦、这个在生的时候啊，就已经在佛的境界了，哎，不是局限哦，在咱的身躯内底啦。啊，咱即马拢局限在身躯内底，哦，过一个身躯啦。哦，像讲人安尼过身啦吼，啊，伫个大病院吼，哦，你这粒心脏真好，甲提出来给大家欣赏，啊，用伊药水甲浸的对不？好、哦，啊，即马刷的这个魂呐、啊。哦，这个死去人，这个魂哦，都去顾一粒心脏啦。讲起我的，是不是他的？那天地的物质，对不对？啊，伊就顾住啊，讲起我的，一粒心脏，我的，好、哦，我都爱顾。哦，所以我们就知道凡人多么执啊，固执，顾住啦。嘿，啊，即嘛吼，咱的尸体呐，吼、哦、要提入去烧吼，都紧急，紧来紧出来哦，无，无，哥有没有做啊？紧出来，我们不会去烧的，你也动不了。所以哦，因为我们呐、啊、是固执啦，哦。然后就有很多、哦、很多那个过往的吼、哦，拢会来个子孙啊讲哦，伫咧地府无钱通用啦，紧烧一挂金纸好伊啊，有无？有没有？啊，所以吼、哦，有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吼、哦，迄金纸有用啊无用？有效啊无效？哦，按个鬼啊烧厂呢？哦。有一次啊，那个晚上那个电视啊，以前啊非常久了，哦，那个做佛教哈、哦，在那个澎湖啊一间那个戏院，戏院里面哦，就是有人在里面哦跪心呐，啊跪心哦，啊圣公去改超拔啊烧迄个银座，啊竟然遐哦足济一款幽魂呐、啊。啊，幽魂来咧抢迄个银纸啦，嘿，安尼吼，安尼随安尼倒点倒了吼，啊，魂就随抢去哦。啊，伊安尼吼，迄个法师啊吼，吼底下在里烧，啊吼，啊底下鬼魂在里抢，抢啊！你伫咧看迄、那个吼，迄、哦那个节目的时阵啊，你会知影讲啊，开始要鬼魂，给你会知道啦，吼、哦，有鬼魂在抢。啊、结果吼、哦，迄几分拢会烧爆啦。讲都有咧烧较紧嘞。哦，本来是无几个哦，啊，尾安尼一大堆啦。哦，啊，愈烧愈济吼，啊，烧愈袂赴啦。烧到尾啊吼，哎、欸，啊，都烧较济，那也无个无一张迄个银纸来赴啦。奇不奇妙？那既然迄都拢无效，啊，现在有咩抢？就是钱，过钱啦。伊就是讲吼，迄就是钱呀吼。啊，那摕到钱就会用呀，对不？对不对？哎，那假如说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讲，迄钱收起吼，伊那得得着有效会用的。哦，安尼子孙那地方世间吼，赶紧收。去迄个银纸店吼，规间拢甲买来收。你吼、哦、祖先拢伫个。地户咧开银行，对不对？
所以啊，哦，就是哦，咱哦过急的现象。所以哦，要尽情啊，拢过。只要你若卖过急哦，纵然没有求到，你也不会当鬼啦。啊，纵然你已经求得到哦，你很固执哦，你也脱离不了鬼啦。这样知道吗？哎，因为固执就是鬼。啊，那爱过急吧呗。还真的要去掉哈、哦，嘿，爱活泼玲珑，爱把咱的佛性哦修正，哦很重要的啦，嘿，我们这个或许都讲哈、哦，啊，行为拢唔白哦，唔行为拢看个灰老，像不像？咱世间人啊，我们凡尘的人，真的要努力的哦，我们都忽略了，真的哈、哦，我们可以忽略的哦，我们都很重视，对不对？啊。真无法度，哎，甘愿啊，甘愿哦，安那六道轮回，哦，所以我们佛老师讲哦，我们要努力研究哦，超出啊万八，对不对？一万零八百年，在佛性来讲很短哦，在身体来讲是很长啦、啊，哦，按古底佛性来讲，只有一刹那，刹那就过了，一万零八百年就过去了啊，再接着哦，要受苦了。哎啊、所以我们努力修、哦、真的身体就是假的，我们借假修真，真的就是佛性，我们了了分明、哦、能够主宰我们身体的、哦、那个四天圆动，那个就是佛性、啊、我们把这个佛性能够修正，让它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言行动作，全部都由它指挥，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哦、我们一定呢可以解脱，然后可以啊成道成佛，不会很困难啊，困不困难？不困难，看我们要不要做了、啊、对不对？所以、哦、现在先了解真理、哦、真理了解，然后了解以后、哎、我们努力啊、哦、去做，能够做了以后、哎、就一定可以成就了、哦、最怕我们就不了解真理，不了解要怎么做，不知道啊，哦，不知道啊，不，哦，不做哪会成啊？哦，所以一定呢，就是要先了解，即以一念啊，哦，定心，持种种的法门，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哦，它本身就有定，那佛性的定啊，哦，是很强，不会受到哦。哎，这个外境破坏，那我们在凡尘哦打坐学来的定啊，哦那个是很难成就，很快破坏，哎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说一念哦那个定心，我们呢哦佛性本身的定心，然后持种种的法门，哦就是啊能够这个受持啊种种的法门。能知啊，种种的法门可以知道哦，每一种的法门，那么悉皆呢哦汇合啊，同为一体哦，全部呢都汇合，就变成了一体，哎，所以我们了解啊哦，回到啊哦那个啊无极的哦一体的，那么得无啊差物就不会哦那个差别哦这个哦物物差物别，能随类啊，哦，说法随类，哦，甲狗啊讲狗话啦，吼，甲人就讲人话，甲鸡就叫讲鸡话安尼吼，哎，随类，哦，随类啊能够说法，哦，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各类啊都有它的语言，哦啊随类呢可以说法。那么对机呀、啊，哦，受益呀、啊，哦，对待呢，啊，那个有契机的，哦，他能够受法了，你就讲，哎，啊，他就哦能够得到利益，哦，那么千难啊，交功其志啊不分，就是很多的哦那个难困难，哦，交功啊，就是让我们遇到。哦、非常多的挫折、哦、非常多的那个不顺、哦、交功，那其次啊不分、
我们的智慧啊，都不会分尘，都全部都在。那么万机啊，变护，其心不乱，不老乱啊，其心不老，万机呢变护，就是啊，很多的那个需要去应对的，很多呢需要我们呐、去处理的那个就是万机啦。需要处理的这一些呢，病苦都全部去应对，其心、不老不老乱，故得呢无差错，所以、没有差错，悟谬，不能持之法门，是为痴定。假如说呢，不能够持之呢，就是很多啦，很多的法门，你不能够持很多的法门，就是痴定。那个定啊，没有那个智慧在，要用智定，智慧的定啊才是对。痴的定啊，就已经偏了。那么未免就会差误啊，这个差错啊，误谬。那么是为乱心，今一念定心呐、急而常照。这个我们呢了解啊，急就是啊。这个不动，我们那个佛性 本体呀、那个不动的，它照啊，随缘之用，它那个极呀、不变之体，那个照啊，随缘之用，极而常照呢，照而常极，故名呢离呀、这个痴乱行。那么则以同中啊，显现啊群异，在呢同之中。大家呢都是从无极呀、这个来一离而来，那么显现呢、群异，群呢就是很多啊，异就是不一样显现了很多的不一样，那么一一的异象，所有不一样的形象各个啊见同，他都会啊见到这个一样啊是一体的，一本啊善万书，这个万书都见到一同。就见到一本了，那么明啊善现行都已经善现那么慈啊就是慧度啊智慧来度，那么下四度啊从此啊开出所以我们呢了解说我们一般研究啊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然后后面的四度啊就是方便然后啊愿望的愿，然后力力量的力，然后智方便愿力智加起来刚好十度波罗蜜啦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这个四度啊加起来总共都有十度，那么持一多啊无碍，不管是一啊，不管是多，不管是一本，不管是万书它都没有障碍同欲啊俱成不管是同还是不一样，全部呢都成就，一啊即是离，多啊即是事多呢就是现象事情，一啊就是体啊本体离，那么同即是离，异啊即是事，以离啊能显事离啊可以显持那个事，那么则以一离之中啊显现了、一切的事相一离的里面啊可以显现一切事相即一能现多，一呀、能够现、很多离呀、不碍于事，离呀、不会妨碍这个事离不会妨碍、这个相，那么以事、来显离呀、则以呀、一切事、一切的这个事相各见、前离那个事相里面呢都有离在都有那个全部的离、在，其多能啊现一，很多可以显现啊一事啊不碍于理理不碍事呢，事不碍理，
一行、哦、就是各个啊一一的这个行，皆能呢、哦、真熟复融、哦、那个真呢、哎、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熟啊就是现象完成的一切，能够互融、哦、互相、哦、融成一体，理事啊无碍，离跟事啊都没有障碍、哦、这个名叫善现行。如是乃至啊十方虚空满足为尘、哦、一一的尘中啊、哦、现啊十方界。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个尘啊、哦、一个微尘很小，微尘可以显现啊、哦、十方的世界、哦、这个现尘现界不管呢、哦、是啊，这个显现哈、哦，微尘显现世界，还是世界之中显现微尘，哦，不相留碍，都不会啊，哦，有那个呢，这个啊障碍在，名啊无着显，哦，没有着。那么即哦大方便之力呀、啊，哦之手运用，哦我们那个大方便，哦力这个手运用。那么此名、哦、这一段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啊世事无碍、哦、世跟世之间啊世事无碍，十方虚空满足微尘、哦、十方的虚空啊虚空非常的大，微尘非常的小、哦啊、所以大中呢就现小、哦、一一的微尘啊、哦、现啊十方界，小中啊现大、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一粒微尘啊，微尘各位有看过吗？我们那个太阳光、哦、从空隙、啊、照进来，我们在那一道光的、哦、就可以看到灰的微尘，我们眼睛看到最微小的就是这个啦，微尘。那么一粒微尘、哦、是不是很小？一粒微尘、哦、它包含十方世界，一粒那么小的微尘、哦、它里面、啊哦、它有世界还是十方世界、哦哦、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哦、世界，十方世界、啊、在一粒的微尘里面，这个就是很小它可以显现很大，这样了解吗？那为什么、哦、很小可以显现很大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哦哦、已经进入到、哦、没有就是没有相的那一种状态之中了、啊哦、因为无相无已经都没有形象，你有相才有互相妨碍，对不对？那无相、啊、就没有就不会了、哦、了解意思吗？有相、啊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空间哦、我们这个空间、啊哦、大概、哦、比如讲、啊、我们可以、啊、容纳、哦、500个人，是不是有一个限度了？那假如现在、啊、来5000个人，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容纳得下吗、哦、就容纳不下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容纳呢、哦、十方之佛有、哦、百千亿啊，容纳得下吗？就可以容纳得下，对不对？嘿，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哦、这个、哦、有相了以后、啊、它就有妨碍。那你无相了、哦、虽然有那么多的、哦、那个佛，可是它都已经、哦欸、成就了无相，没有形象，所以你再怎么多呢、哦、一点点它就可以容纳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啊、所以我们就是、哦、了解到我们的身体、啊哦、虽然很小，可是我们的、哦、那个心性、啊、却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大、哦、它容纳整个宇宙虚空，这样也不错、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不知道的还很多、哦、所以、哦、小中呢现大、哦、大中呢现小，在整个虚空之中呢、哦、会显现、啊、那个微尘、哦、不管是显现微尘还是显现世界、哦、
能现守现啊，一一呢既不坏其相，所有呢那个相啊都不把它破坏。那么为尘中呢现界啊，而界不小，界中现尘而尘不大，同时呢既现啊不坏其相，哦，都不会破坏它的形象，互不留碍，哦，就是不会有哦留止障碍。结明呢无着，哦，无着行，哦，有着呢就不能够大小并拢，无着啊就可以啊，哦，大小呢都可以并拢。那么种种哦现前贤士啊，第一婆罗蜜多名呢真众贤，所显现的种种啊显现在眼前啊，贤是全部啦，哦，都是第一婆罗蜜多，哦，叫做真众贤。那么菩萨于大圣愿啊，哦，不退转，哦，因为呢这个大圣啊，哎，就是哦要度啊众生都成佛，哦，那个时以大圣愿，那么都不退转啊，不会遇到困难哦就退转了。那么种种哦现前妙显啊，无不记住，哦，显现在眼前啊那个妙显全部啊都记住。那么随便哦举一行哦，衔接呢道义啊最上啊究竟之处，哦，全部都可以到达最上啊哦究竟的地方所在。言第一者啊，哦，即是最上义，哦，最上已经有最顶点了。婆罗蜜者啊，即是究竟，哦，就已经究竟啊，哦，彼岸。那菩萨呢，哦，自此行时啊，不舍大愿，哦，就是啊，大愿都不舍掉。那么不住啊，哦，生死的哦此岸，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哦生死，哦，不住在呢这个生死的这一边。那么不住在涅槃的彼岸，哦。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哦，不住烦恼中流，也不住在那个烦恼中流，而能哦应此岸的众生到彼岸啊，没有烦恼的地方所在，而菩萨往返啊，无有休息，哦，这个菩萨呢，一直度化众生啊，哦，到达清净的彼岸，哦，没有休息，哦，已经众生呢到达清净彼岸了。菩萨又到娑婆世界又来度，哦，今称呢第一义者啊，哦，即此义啊，哎，就是这个义理，哦，结名啊叫做尊重行，以行啊自持成为啊，哦，可真可重，哦，真重，哎，真重行。那么如是言容，能成十方呢知佛的魁则，哦，这样子呢，哦，这个圆融啊就能够啊成十方知佛的魁则，名呢善法行，哦，为此菩萨呢善能身体力行，如是啊种种法门，哦，贤士啊全部都是啊第一婆罗蜜多，哎，就是究竟彼岸，以一行中啊记住啊无边的妙显，圆融呢无碍，能成十方知佛的魁则，哦，此名其啊建立啊，哦，这个利他的教法，哎，就是要建立哦利益啊啊所有众生哦那一种教导方法。那么遍利啊十方自佛转轮，哦，就是呢到达这个十方世界啊，哦，来帮助啊佛大转法轮教化众生，一言一行啊。可为魁则，哦，可为法则，魁彻法则，一一呢皆是啊清净无漏，哦，全部呢都是清净无漏，哦，一真啊无为性啊本然故，我们的性本来就是这样，名叫真实显，真正哈，哦，那个实相的显持，一一利哦自利利他知行啊究竟。哦，每一个行呢都到达哦那个结果究竟，皆是呢哦一真实相，哎，就是全部啊到一真法界实相法门，清净无漏，哦，非啊未非呢贪染于哦凡外凡尘外道，哦，这个欲有
无明呢，知有漏华，没有那个凡夫外道，没有那个无明知有漏的那一种法。那么一真无为者啊，为啊这个非屈劳于权，屈劳呢就是劳筋苦骨啊，那么权就是方便权小恳请啊修正，劳筋苦骨啊那个恳请修正，有为的功用，不在呢这个有为功用，性啊本然，性我们佛性本来就是这样，意味啊从性起修，不妨碍啊前修即性啊，从性起修，前修在性，其性啊由来清净，我们的性本来它就清净啊，不带这个顽顽喜之而使净，那个顽就是喜的意思。原本一真呐、啊，非待修而后使真，原来就是真的啦，不是我们修了以后它才真不是。所以啊，真呢本来就自然这样，故名呢真实行，就是真实的行。还25分钟，各位有没有要问问题啊？没有的话我们再讲哦。有没有？好，请说。刘讲师好。好。喂，那个我们上了心理心法之后，才知道五祖弘忍的生死菩提树是一边，然后六祖的五理本人树也是另外一边。那这样子的话，孟子的性善也是一边，然后荀子的性恶也是一边。所以后雪前阵子碰到一位佛学者，他跟后雪说，地底下的修行不是究竟，他没办法进到究竟法。然后后雪就跟他讲，当然这个就是方便善巧，从五常德，从性善去启发，还是可以明心，还是可以修身净性养性。那不晓得刘讲师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解释？哦，正确啊，这样讲对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众生呢，离那个究竟啊，离我们这个本际本来的我们的本位啊，差得很远，所以需要借着方便法门来引导一下子就跟我们讲那个究竟的可能我们大概都听不进去啊，也没办法做。他说一定要先呢，从我们能够接受，所以能够听懂啊，一步一步啊慢慢的朝这个方向这个进行。所以啊，真正的各位姐姐，我们到达最高程度的时候啊，各位就可以听那个那个文字啦，无知无觉。我们现在听无知无觉啊，各位浅显会怎么样？白痴啊！我们等待脚老好白痴，他的无知无觉啊。可是修的无知无觉啊，却完全不是这样啊。那个是要很努力。我们现在有知有觉啊，都在能守之中。能守是对待啦，对待是生昧啦，我们现在呢都在生昧之中，所以我们要先从我们能够做的着手。所以或许说我们所在讲的方法是最究竟的，可是我们在做的啊却是最容易的。你看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了解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虽然说文字只有八个字啊，我们做起来要知道说他的那个做法功夫啊是蛮得挺开啦。之前我们不是有说嘛那个失机而龙现呐、啊，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有没有？有。
我们从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哦，做到司机而龙现，各位浅显要多久？你在家里面静坐，你在家里面都没有出门安居了哈，司机，司机就是在家里面静哦静住啊，你都是静静静点伫个厝内底，拢免出门啦。神通万路，为什么你能够神通万路？就是因为我们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那个时候啊，各位浅显要了解到这个功夫哈、哦，你要累积呀、啊，哦，要一直做，做到你久的时候啊，到久的时候啊，那个哦，你的那个整个神哈、哦，已经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已经跟所有万物通达，所谓司机融现。哦，就是能够神通万物了，各位要不要很久？可是他的入手就是这样，简不简单？就是不要看清他了，哦，他是我们要成就的很关键的地方，哦，万缘都是妄，妄，哦，我们万缘都放下，就是妄尽，妄一尽啊，真才会显。啊，所以真来一显的时候啊，是我们啊，哦，本位就是我们本来是佛的状态，哦，那已经都显现出来了。啊，那个先我们先做，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认识佛性的轮廓，人我们佛性是什么样子，先认识，然后认识以后你再做，在做了以后，你可以进入佛性。啊，你进入佛性以后，可以把它扩充到整个宇宙虚空。各位浅显，要不要时间啊？一定要啊！啊，所以哈、哦，各位在做的时候，就会有功效呈现。你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你慢慢的第六感特别敏锐，第六感敏锐了以后，你的哦。那个神通啊，六通呢就具备有了，可是或者都不强调了，那个自然让它呈现就好，啊，也不要去注重它，因为你注重到哦神通了以后，变成哦你大的不要，要小的，我们以后有大用啊，你全部到证悟本性的时候，大用现前，不是可以转世天下吗？对不对？可以把南山部洲啊、北俱芦洲啊、东胜神洲、犀牛贺洲全部都可以转，你看那个大用、啊、大不大？所以或许说那个钓鱼台很小啦，哎，那个怎么转哦？那个我们不在意啊，哎，我们可以转大的哦，整个啊，哦，天地。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程度啊，来讲说要转那个四哦，那个四天下，是不是笑话？不可能嘛，可是你要可能也是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哦、你能够万念放下，妄都没有，因为我们在凡尘啊，一切都妄不真啊，真就是佛性本体，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切实的那个啦，那个是真，可是真我们都不认识，因为它没有形象，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会生，也不会死，也没有烦恼、哦、也不会执着，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了解吗？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哦、用一点心、哦啊、了解说凡尘的、哦、有一些、啊、方便法门我们要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程度啊、哦、都真的都是还、哦、在这个、哦、红尘南赡部洲啊，就是、哦、花花世界啦，外面的造化引诱力量很大，那我们、哦、要培养我们的定力，从认识佛性以后，从佛性本身啊去培养佛性的定，那个、哦、一定了以后啊、哦、那个一定很笃定，那很笃定了以后再来处理凡尘事啊，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或、哦、那个打坐的哈、哦，那个很难成就，又很快破坏。
那我们启发佛性的定啊，破坏不了，嘿，所以那个就是根源，嘿啊，一定的要就走对方向啊，啊，所以说我们不用方便法门，讲了一切都否定，各位啊，无路通行啦，哦啊，所以先从方便法门哦做，啊，你做到久了，自然呐、啊，嘿，那个水道就曲成，这样了解吗？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您刚讲的没错啦，就是这样，用方便法门，确实啊，你讲到究竟哦，各位先贤，没有一句话了，叫做无言，你讲的都不对了，哦，到达那个最高程度的状态啊，你讲出来都不对，所以那个哦，梁武帝请那个符。那个福大士啊，讲《金刚经》，他上去拿那个戒尺哦一挥，然后就说：“讲经静，静就是完了啦，我已经攻了了。”就下台了。啊，皇帝说：“无安尼是要做啥？”福大士说：“安尼都是真理，真理没有语言啦。”没语言，没话啦，哦啊，所以哦，我们老师也讲啊，道本无言，道本来就没有语言啦，都没话，哦，啊，非言不显，你不讲，你都显不出来啊，哦，啊，你言有不达，你讲不讲到那个所在，道无以明，道无法度了解啊，所以咱都要讲个清楚，哦，讲个咱知影。哦，啊，知影了后，咱去走，啊，走到高位，所以确实的，不能一下子做的时候你就讲啊，你这不究竟啊，你这不对，不能这个样子的，那真的断人慧命啊，嘿，要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引导，它自然会到啊，哦，水一直累积了以后就有渠了啊，水到渠成的，啊，你这么水都拢无啊，你去起，你起一个石门水库要来挡水都无水啊。气不是假、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那个药方便法门就是药，对啊，你说完全是正确的，还有吗？上个礼拜有两个问题还没问完了，好，你问。妄想原来本是真，如此又一起重成，原思动静成谁力，仔细看看无别人的从原思成怎么写？好、哦，言是语言呐、啊，思想啦、啊，哈、哦，动啊，就是我们动静的动，原思动静成水力，哦，妄想原来本是真，除始又起一重尘，原思动静啊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哦。就是我们的、哦、那个啊，哎，妄想哦，原来本是真，所以、哦、各位浅显，为什么他这样说？我们都是要除掉妄想，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说妄想原来本是真？就是因为妄想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生花，我们佛性本体生花才有妄想，所以妄想原来哦，他。是我们佛性本体啦，嘿，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你妄想，你起心动念，那个六祖为什么说不断摆思想？哦，那个、啊、摆思想就是妄想里面的一部分啦、啊，哈、哦，摆思想。那为什么六祖说不断？因为佛性功能作用啊，为什么要断掉它？哦，它的功能作用你断掉，你佛性都不要了，嘿，所以哈、哦，妄想原来。哦、是佛性生花的，所以原来本是真，真的我们要除啊，除掉妄想又起一重尘，你要除掉你的妄想又要起念，对不对？要后念起除前念，是不是又增加一重障碍、哦、又起一重尘了、哦、本来是只有一点点，现在如这样了、哦、然后言思动静、啊、成水力哦，我们的讲话、思想，然后我们动静啊，哦，所有一切的行为，
承受啊水的力量，就是佛性本体啊。仔细看来，无别人，不是别人啦，是咱家己啦，咱家己的佛性啦。还有了解无？嘿，所以永远加减妄念，嘿。妄想原来本是真，所以你伫咧观念头，就是咧观佛性本体。好、哦，那、这里面想的，除此又七重尘的重是不是？好、哦，三重的重。三重的重嘛，哈、哦。然后知原思动静尘随意那个尘。尘承受的尘。受尘嘛。对，尘一个。继承的尘。继承的尘嘛、啊，对。再来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动者静之机，那这个动是否也是依靠如如不动的佛性？哦，这个倒真的是哦，哦，各位前贤，我们要知道哦，那个道经很努力啊，为了这个哦，他说哦，应该是哦，静者动之机啊，为什么反过来动者静之机啊？哦。那个老祖讲的啊、哦、所以、哦、各位前贤，这个真的就是、哦、我们要、哦、进入、啊、这个真理世界啦、哦、为什么说动者、啊、静之机，因为凡尘的一切、哦、都是在动，建立、啊、在动，小孩子会长大有没有动？万物会生长有没有动？白天会变黑夜有没有动？有。春夏秋冬有没有动？有、啊、我们有没有看到动？我们都没有看到动、啊、可是我们都在动，滴滴捞啊，对不？有没有动？有。一天一天滴滴捞，一年一年滴滴捞，有没有动？有。啊，我们都没有看到动、啊、所以、哦、我们是建筑在动的上面，所以动、哦、你只要说、哦、能够呢跟天地一样的动，你就是要静下来，你静下来就跟天地一样动了。那你只要说天地在动你也在动，你叫做背道了，违背道，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静下心来的时候、啊、跟随着天地、啊哦、在动，所以动则静之机，安尼有了解无？好、哦，意思拢出来了无？嘿，你只要说吼、哦，跟随天地的动啊，你就是静下来，好、哦，静下来就跟天地一样动的了。好、哦，啊，你一直动的话，你就跟天地违背，天地在动，你也在动，你是咧要甲伊比赛较高啊无？是不是这样？好、哦，所以我们了解吼、哦，动则啊静之机。天地的动啊，就是我们静的一个基本。还有吗？好，请说。梁师好，母亲啊，我讲师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187页倒数第七行乃是四星级的双流，到188页。这一段后学不明白。187呀、啊。对，倒数第七行，乃是自心即造双流开始，然后到188页的不约逆回。哦，那个非事行唯有功用之进修，乃是自心即造双流，任运前进，这边吗？好、哦、好，那个哦。就跟是我们讲哦，这个自心、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哦，自己的真心呢哦，即照啊双流，即呢就是啊佛性本体，照啊就是佛性的随缘功用哦啊有哦，这个本体有功用哦，即照呢双流，就是也不是只有在体，也不是只有在用，是两个啊哦，全部都哦一起。哦、一起呢发生、哦、这个作用，然后任运前进、啊、就是、哦、不落入有为，任着我们、哦、那个
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让他们自然的呈现，然后自己运作运转，无为而为，那样叫做任运的前进。还你了解吗？哪一段？哦，不假用力之意啊。然后妙力及妙慧之利用，能回他佛慈光，向自己心佛光中安住。他佛心佛心光，佛光互相回向。这一段。有那个不假用力哈之意呀，好，我们就是了解哈，未使哦，我们有为啦，不能有为，哦，不能呢，我们哦有为啊去做，哦，不假。不假就是不借啦，哦，不借的用力，哦，然后呢能保持啊任持，哦，任呢就是担任啊，持啊就是把它拿出来用，持，哦，我们那个受持，那么不失定心，哦，故能与知佛如来的气氛交接，哦，内覆啊心法，外覆佛法，哦。然后结明呢，保持能以妙力呀、啊，回佛持光，向佛安住。哦，犹如呢这个双镜啊，光明哦相对。那么其中的妙影啊，重重哦相入。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虽然他是说哦，这个有佛啊哈、哦，有回佛持光。那我们要了解到哦，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啦，不是在讲那个哦外面的佛，是讲我们这个佛性本体。然后啊，就是我们要哦这个向佛安住啊，哦，犹如双镜，好像两个镜啊，两个镜两个相对照啊，镜都镜哦相对上照出来啊，照出来啊是什么？镜子跟镜子两个相对啊，它镜子里面是什么影像？哦，就是啊，是相同的啦。两个镜子照镜子，镜子的那个哦内容哦，镜子里面显现的哦，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哦，我们要呢这个发挥自己呀、啊，哦佛性的本体的那个哦光，然后呢哦。我们就跟呢那个真理的那个哈、哦，看看有没有是相同一样。我们佛性本体的光芒跟真理的光芒相不相同？哦，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在修的时候呢，角度啊，哦会有哦这个拿捏的哈、哦，不是很准确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我们哈、哦。从那个很微细的地方来注意到、啊、我们的、哦、那个行持啊有没有错、哦、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毫厘有差天地显隔，一点点有差别、哦、就差得很大、哦、所以这个越修得越高的地方呢、哦、就是 越要注意啦、啊、所以、哦、这个慧力一增明啦，哦，慧力啊，我们智慧的力道增加光明呢，就可以啊保持哦不失。那么妙力啊，哦妙慧的利用，哦我们呢佛性啊，哦那个发挥出来般若妙智慧啊，哦那一种利用，哦那么其回他佛持光呢，向自己心佛中，哦自己心佛光中安住了、啊，哦就是一样都是在。就是在叫做印证，看看我们的哦佛心跟呢那真正的真理的哦那个佛心呐、啊，是不是一样，相不相同？哦啊，那假如说是相同的话，那就正确。所以哈、哦，他佛心佛心光佛光啊，就互相回复。这个你不懂的话哈、哦。要时间，你把、哦、那个很多的时间、啊、就集中在这里，然后、啊、你就一直、哦、去、哦、努力、啊、这个方向，然后答案就会出来。所以、哦、要了解到
真理的哈、哦，它能够你越深入啊，它越清晰，它不会变化，哦，它永远都是一样的，哦。还有吗？这里有四个问题啊，三个问题比较接近啊，那后面三个问题请问请把它读完。请问刘讲师，当君您在后天庙修成的是世成，请问您是以何种依据确认所修的是世成？第二，后来您把在后天庙所修的全部不要，是怎么不要的？第三，请问世成和真心佛性差别，请详述。好。这个导师哈很重要的哈这个一点，这个四神呐、啊，就是我们认识，哎啊，所以说我们明心呐、啊，先明哈、哦、那个我们根尘相对的哎那个四心是认识的是，那我们哈、哦、在凡尘呐、啊，哦虽然哦这个我们都有这个佛性本体在支撑呐、啊，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哦，那个作用确实都是四神在作用啊，都是四神。我们很努力哦，也是四神。我们哦鼓励大家哦，三多四好也是四神啊，全部都是四神。哦，你再怎么努力啊，也是四神，成不了佛的啦，不会成，因为那个根源啊就是生灭，哦是生灭的，只是或许那个时候没有智慧。不知道、哦、那一直啊就是有理想、哦、在凡尘的一切啊也都能够把它、哦、抛开、哦、能够呢、哦、这个不追求凡尘的这一些，那走入、哦、这个真理了以后啊，可以说是被老前人当头棒喝了，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啊是有一点、哦、着迷在自己的那个神通里面哦，是着迷，可是老前人那个时候哦，真的大德者啊，哦，这个大德顿化，被老前人这样一哦吆喝啊哈、哦，就醒过来了，我就哦把那个所有神通我都不要了。啊，为什么说我不要呢？因为我知道那个是生灭，不会永远都在，哦，已经可以分清啊，它是生灭，已不生不灭。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又全心投入啊，哦，就是追求性理心法。啊，所以时间啊，哦，从十三岁一直到四十三岁啊，才领悟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所以或许说哦，浪费的时间太久了。哦，我们道亲呢，假如说能够像或者这样坚持要修的话，哦，那也要经过很多的苦啦。哎，那个折磨要本身去哦去经验，越折磨真的就是越能够呈现哦那个真理的状态。哦啊，所以或许在哦怎么样能够放弃啊？就只要你不用了就没了，哦那个神通部分，只要你不用就没有了啦。那我们努力研究真理哦，就可以透彻明了下。